是什么让他放弃国外优越的待遇，只身回到祖国？是什么让他翻越深山丛林，遍访黔南大山？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22年前，他描绘出一个令人惊诧的天文梦想。22年后，他将目光伸向亿万光年的广袤星空。探索暗物质，探索暗能量，发现脉冲星，寻找地外文明。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新时代一名科学巨匠的追求。财经人物周刊，让我们共同走进已是天文学家南仁东的精神世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人物周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共同来感受一位天文学家的人生故事，他的名字叫南仁东。南仁东离开我们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如今呢，媒体上广为流传的是他的这张照片，黝黑粗糙的面庞，一件普通的夹克棉袄，尤其是头顶上这顶蓝色的工程安全帽，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天文学家。相信南仁东在生前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可是为什么众多的媒体却单单选择了这一张呢？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我们会发现在这张照片上，南仁东头上戴的这顶安全帽是印着 FAST 工程。我们知道 FAST 被称作是中国天眼，那么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中国天眼的建设工地。南仁东被称作是天眼之父。目前世界上已经建成的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固定球面射电望远镜就是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它的口径是350米。而我国正在贵州平塘建造的 FAST 除了在口径上比它大以外，在性能上也是先进不少，一旦建成就能使我国在该领域保持20年的领先地位。近日，从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 FAST 观测基地传来好消息，继2017年10月10日公布发现6颗脉冲星以后，又新发现3颗脉冲星。这3颗脉冲星已分别得到认证。截至目前，中国天眼 FAST 已经发现9颗脉冲星。虽然银河系中有大量脉冲星，但由于信号微弱，很容易被人造电磁干扰淹没，目前只观测到一小部分。具有极高灵敏度的 FAST 是发现脉冲星的理想设备。脉冲星自身转动会发出能量， FAST 这个超大号的宇宙无线电波接收器就是通过捕获这些从能量转换来的辐射，也就是射电波，来发现脉冲星的位置及其他信息。脉冲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它的磁场超强，密度极高，是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可以探测引力波、黑洞等很多重要科学问题。对它进行研究，有望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的答案。我们人类探索宇宙星空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国波恩射电望远镜，直径100米，曾经号称是地面最大的机器。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呢，是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直径达到了350米，被评为是人类20世纪10大工程之首。而在2017年9月份建成的中国天眼 FAST， 直径达到了500米，与人类此前建造的其他射电望远镜相比，中国天眼 FAST 的灵敏度等等综合的性能提高了大约10倍。中国天眼 FAST 可以遥望百亿光年星际，那么这就意味着远在百亿光年之外的射电信号也有可能被捕捉到。
国际科研项目搜寻外星人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丹·沃西莫最近就提出来，希望与 FAST 进行合作，以搜寻地球之外的智慧信号。然而，这个世界之最的中国天眼，在23年之前，还只不过是南仁东心中的一个梦。如果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的意义呢，就是说使我们国家在这个射电天文学研究和这个深空通讯方面挤入国际前沿。有了这样一个设备呢，就能使得我们天文学家呢，就是能够观察更远的宇宙。南仁东提出要建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国天文学家面临着一个窘境，他们一年的工资只相当于国外专家一天的工资。因为我们那时候人才啊，各方面技术啊，各方面的还是比较，相对国际上的还是比较落后的。那时候，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准确可靠，经常要依赖国外先进国家的设备和数据。一些先进的这种观测设备差距比较大，中国的天文学家要使用这种天文观测数据，都是国外的使用过的数据，而且还得看别人的脸色。平常我们的任何科学家申请他的望远镜的时间的话，大概以小时计量，就是能拿到一个小时的观测时间归你使用，那你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南仁东决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让中国的天文学家看到更为深远的星空。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当年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但是想要支撑起这样一个国际超级项目，需要调动的资金和技术非常的庞大。但是面对着难以预知的重重的困难，南仁东则不以为然。他说，一个天文学家就要有天大的想法。1945年，南仁东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的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当地有一座龙首山，南仁东从小就喜欢到山上看星星，其他孩子也喜欢围着他，听他讲星星的故事。小时候，南仁东家里条件不好，晚上没有电灯，他每晚就在昏暗的路灯下读书。在中学时期，南仁东对物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新书刚发下来没几天，就能自学完成物理课程。少年时期的南仁东喜欢文学与艺术，擅长画画，尤其痴迷俄罗斯文化，通读过托尔斯泰、普希金等文学著作，熟悉每一位俄罗斯画家的作品。1960年，南仁东考入吉林省重点中学读高中。3年后，南仁东以高考平均98.6分的优异成绩，成为吉林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在大学同学眼里，南仁东是全才，字写得漂亮，学校出黑板报非他不可，滑冰游泳样样擅长，是个体育健儿，会谱曲，谱的小调朗朗上口。1968年年底，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省通化无线电厂。10年间，他从普通工人做到技术骨干，最终任工厂技术总管，成为千余人国企的技术带头人，还与吉林大学合作，成功研制我国首台具有函数编程功能的台式电子计算机。1978年，南仁东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为了能够学习到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南仁东开始了学术之旅，先后到荷兰、日本等国家访学。
老师、同学还有同事、朋友接触过南仁东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到两个有关他的多才多艺的故事。人们的评价是南仁东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人。1993年，在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来应该在地球的无线电波环境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的射电望远镜，以接收更多的来自外太空的信息。那么正在日本天文台访学的南仁东难掩激动，决定要让中国成为新一代射电望远镜的领跑者。那么在回国之后呢，南仁东便开启了一段长达22年的浪漫的冒险。探听地球之外的音讯，天眼的功能和其大小息息相关。简单来说，眼睛越大，看得越远。中国天眼 FAST 设计口径500米，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小。建造如此巨型射电望远镜，这在人类工程史上还是第一次。南仁东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中国的版图内找到一个类似的圆形天然洼地。可这样大的洼地又上哪儿去找呢？94年夏天的时候，哎呀，南老师一进来我一看，哎，哪来的民工啊，留个胡子，穿个短裤，撒了个拖鞋。我说这是谁啊？哎，他们说是天文台的副台长南仁东啊。他就说了，我们要选一个坑，他说一个要圆哈，没有无线电干扰，交通要方便。我说我在贵州就跟你们聊。从1994年开始，南仁东和他的团队便开始了漫长的选址工作。由于世界上从未有先例，一切都从头开始，光选址与研究就花费了13年的时间。由于射电望远镜不能受到无线电波的干扰，南仁东把目光投向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巨型球面望远镜。地图，我们拿来凿坑，一片儿一片儿，所以就会铺在这上凿，不能漏掉。那时选址团队平均只有30多岁，而南仁东已经49岁了，很多悬崖道路湿滑，他就干脆手脚并用地爬上去。经常是上不去，后面拖着上去。那个时候我们穿的解放鞋，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滑破，出雪来了。有一次我们下去了，正好下大雨，贵州那地方。我说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别上去了，不行。又他说他不放心。就在南仁东小心翼翼地攀爬时，脚下一滑，意外发生了。一下就滚下去了，全是悬崖峭壁，就幸好有2棵树，就是那小树把它挡住了，没有树那就完了。这样的险情整整伴随着南仁东10多年，他几乎走遍了贵州的所有洼地，走过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寨，而他也从壮年步入了花甲。我有时候打退堂鼓了，搞了这么多年了还没谱。的确是，哎呦，这遥遥无期的事，你知道，但他是很坚定。这是不管天气怎么冷，不管是条件怎么恶劣，南老师呢，他就是很精神的，往前面走。2005年，南仁东来到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在经过3.5个小时的徒步之后，一个完美的圆形洼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这个人称大窝荡的地方，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的发丝的台子大窝荡挖坑，是我们总300多个候选洼地里边挑选出来的，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发丝的建设的台址。当年选址队来到大窝荡时，这里还是三不通的地方，不通水，不通电，也不通路。
南仁东每次去考察都要步行13公里，走上3.5个小时。为了方便 FAST 团队进行考察，当地乡亲们用铁锹、锄头在山沟沟里修出了一条路。几个月的同甘共苦，南仁东和选址团队的艰辛付出，同样让当地老百姓深受感动。陪同南仁东在贵州选址的聂月平清楚记得，当年触动他们的一个场景。95年我们去的时候，那群众是从那个路口，就是另外一个县进入平塘了，夹道欢迎，每过一个镇子就是夹道欢迎了。那酒都是些土酒啊，沙子土鸡最多。但南东就很感动，你知道吧？哎呦，这个地方这么穷，就他这人啊，就心可能比较软，他就自己跑出去买了一堆水果来，感谢人家。村民们的热情，工人的汗水，一切的一切都化为沉甸甸的责任与感动，深藏在南仁东的内心深处。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欠了国家的、乡亲的，我有退路吗？直到贵州黔南的大窝档真实的呈现在眼前，南仁东心里才有了底。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在这个选址工作完成之后呢，团队大多数人都是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只有南仁东满中国跑寻求合作单位，因为他知道选址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中国天眼能否通过立项，这才是让梦想成为现实的关键所在。那段日子，南仁东就是一名中国天眼 FAST 的推销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否接到邀请，各类的会议、各种的论坛、各色的人物，南仁东逢人就讲中国天眼 FAST。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2006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中国天眼申请立项得到通过。2007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 FAST 立项。2011年的3月份，中国天眼工程正式的动工建设了。作为国家重大科学基础工程之一 ，FAST 的建设面对着一系列工程难题，天眼建设每一步都是难关。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等科学家以及创新团队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通过移动这些反射面板来调整观测区域。但这也意味着支撑和调整这些反射面板活动的钢索要承载巨大的耐疲劳考验，耐疲劳性能必须达到规范值的2倍。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这种钢索。每一次做的例行实验，我都要在现场，大家一起。南仁东和他的团队用了很多种材料制作钢索，可是所往实验都失败了。原材料是个问题，然后制作工艺上是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FAST 的表面有4000多块面板，重量高达2200多吨，每块都能随意变形。所以在背面控制这些面板的索网，既要承受巨大的重量，又要能够持续使用几十万次。究竟什么样的钢索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南仁东踏上了漫漫求索之路。每天就睡4个小时，剩下不是在飞机是在车上。比如我们先跑到那个柳州，从柳州又跑到贵阳，
从贵阳回来又回到北京，回北京然后又飞到又去河北三信。为了寻找合适的钢索，66岁的南仁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连日的奔波让南仁东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他仍然如期出现在施工现场。有一次去南京的时候，他就特别的不舒服，看着我看他已经头已经出汗了，他说可能是哪儿疼，我觉得，然后就给他把他包帮他提一下，我看他太累了，然后他跟我说这么多年了，我是头一次允许一个人帮我拿东西。他性格比较好强了。两年几十家生产厂家100多次实验，南仁东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在他的主导下改进了索网的制作工艺，成功通过了抗疲劳实验。他又说工作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他待不住了，他待着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他是肩负着一定的使命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第一次做实验就停过了3万次，锁断了，所以就开始投入了锁工艺的优化，结果最后我们赢了，我们能停500万次，一种新的锁材料诞生了。历时1年半，科研人员终于完成了技术攻关，钢索的研发成功促进了12项自主创新专利成果的形成。世界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锁网结构在 FAST 的工程上得以成功运用。非常重的零部件要经过曲折的、条件非常差的道路运到洼地。由南仁东带领的 FAST 的团队是一支包括着国内几十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工程企业和10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数千人庞大队伍。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他们不断突破，不断创新。虽然身为总工程师，但施工现场南仁东都经常亲力亲为。他上到把控工程项目的整体研发、调整设备，下到在施工现场上钢架去拧螺丝，在高空梁上打孔套丝。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天眼施工涉及到6大系统，方方面面的事物纷繁复杂，南仁东事无巨细地把控着现场，对施工细节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天眼的四周有一圈石头砌的墙，承担天眼建设的中建二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石墙上安装天眼的环形桥架时，深深感受到了南仁东的严谨。承重这桥架是问题不大的，但南老师当时就不行，你这个必须要给我返工。我当时心里是很有抵触的，因为这毕竟我这么打起来之后，在前面做支架或者在现场做，那工效会减，就要减一半。因为我工人一天可以做10个蛋，现在肯定他只能做5个了，甚至5还做不到。在南仁东的坚持下，施工方只好花费更多时间对桥架进行返工。新建的桥架更加牢固，也让施工方对南仁东更加佩服。几层保险呢？现在是2个比较可靠的保险。对，就牵引一套保险。哎，下雨的时候你说。哎，对吧？就是像他们的，他那个不行，他那个太小了。啊、你这个应该一点哨子都不行。对对，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对，懂吗？如圆锥哨的，圆锥形。工地上，严厉的南仁东会时常表现出他内心和善的一面，一些普通的工人也和这位天文学家成了朋友。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了，都
没扎啊，一点扎，一点没扎，没扎。你媳妇走了吗？没有，没有。他在。小老师啥时候来的？我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嗯。他说我们应该是把这些全部交给完了，就应该就走了。面对工程项目的把控，南仁东容不下一丝的瑕疵。面对工程上的每一个环节，南仁东都会出现在现场亲力亲为。面对工地上的普通工人，南仁东和他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在多年的天眼工程的一线建设当中，南仁东的身影出现在了天眼工地上的每一个施工的现场。工地上的南仁东看起来和普通的工人是别无两样，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位老工人20多年的漫长的守护之下，一个曾经的梦想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现实。2016年的7月3号，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贵州黔南的大山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即将完成最后一块反射面板的吊装。天眼落成后最重要的一次调试任务是用6根钢索拉起馈源舱，定位在天眼正中央的高空。如果说 FAST 是眼睛，那么馈源舱就是它的瞳孔。中控，中控，收到，收到。两个人吧，一个。哎，让他先。行。请将馈源舱防力定线拆卸。馈源舱检查完毕，符合其舱条件。总控，收到，收到。各部门准备就绪，开始起舱。6根钢索，每根长600多米，钢索上的索力不断增加。1小时4.4吨，3小时4.3吨，5小时4.9吨。馈源舱吊装直接关系到天眼的观测精度。所有搜集到的宇宙信号都要在这里汇集，将重达30吨的舱体在高空精准定位，误差不超过10毫米，这考验着科学工程建设的综合实力。6根钢索大跨度牵引，必须用力均衡。啊，注意观察，需要停的时候你要喊停。但是现在舱本身就是往一个西方向偏的，停停停，好，停一下，停一下。馈源舱底部为什么没能同时起吊？江鹏和团队必须快速排查问题所在。因为这个设备是从来没有人干过这么做过的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可参考经验，在你真正实现前，没有人敢给你这个答案。天眼建设每一步都是难关。从提出构想到建设完成，3代科技工作者历经22年，先后攻克了10多项世界级难题。这些创新的历史性转折，往往只有再回首时才能看得更加清晰。我们在望远镜底部，您看到的反射面，它实际上浮在半空中的，每块反射面板大约50平方米。如果说吊装的时候空中落地的话，可能会导致它的变形，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想过很多的吊装方案，甚至包括热气球的吊装，像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吊装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大跨度高精度的吊装方案，在全球来说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4450块反射面板，每一块都可以转动，这是中国天眼的独门绝技。支撑起这些反射面需要手臂粗的钢缆，7000多根钢缆支起的这张巨网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工程。在钢索的驱动下，反射面板可以变形成抛物面，根据观测需要实时改变角度，过程中馈源舱也随之改变位置。而在此之前，全世界的射电望远镜都只能靠轨道驱动馈源舱来对焦，观测范围有限。
中国天眼的发明意味着人类观测太空已不存在任何死角，而这种有创新的东西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一直在说，就是 FAST 只有中国人能建成，因为我们可以举国体制办大事情。现在六位所同时往上提，同时往上提。指挥室内问题排查完毕，吊装重新开始。现在开始，快速往上升。好的，我这边没有问题。很多当时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正一步一步在实现。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自豪感的。以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为台址，数千块主动反射面，舱锁联动，终于实现毫米级高精度定位。大家注意到，我们这一次第一次的舱锁联动成功。早上10:47，重460公斤的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被缓缓搭起。从塔吊到转运机车，转运机车再将反射面单元转交给南锁吊，反射面单元要在空中完成2次接力。在工人们紧密配合下，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稳稳地吊送到了安装点。人们欢呼雀跃着，因为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此时的欢庆的人群当中却少了一个人的身影，天眼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并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此时的南仁东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希望他在那边能够看到我们这边取得的一些成果。2015年，就在 FAST 即将建成之际，70岁的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这不可能，这个面，这个筹码。啊，对。他当时一直说，等 FAST 建成以后，我得好好休息。现在没有时间休息。我院士我都可以不要，我就现在做弄这个事儿，累死他也不后悔。对中国的天文发展，对当地的老百姓，对不对？对贵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为 FAST 奔波忙碌的20多年里，南仁东已经容不下工作中的任何瑕疵，甚至到了苛刻的境地。他对每一张图纸都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意见还很专业。南仁东手术结束3个多月后，他忍着病痛再次出现在施工现场。手术伤及他的声带，说话常常气喘吁吁。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尽快地把这台望远镜调整好，用这些成果来回馈公众，回馈国家。患病之后，南仁东几乎是在和自己的生命赛跑，就连吃饭都觉得耽误时间。他不吃鱼，就是觉得鱼很麻烦。他几乎是把所有时间都给放肆，他是朝着墙坐。他有一次曾经跟我说过，朝着墙坐有个好处呢，当你一抬眼看见的是白墙，就不会受视野里面看到的其他的物件的影响，这样可以很踏实的工作。
但遗憾的是，2016年7月3日，天眼落成启用时，南仁东的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无法支撑他来到黔南大山里那片让他深深热恋的大窝荡。2017年1月，中央电视台2016科技盛典，10位科学家获得了年度创新人物奖杯，南仁东位列之首。南仁东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出现在了晚会现场。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千万人20多年的努力放在1-2分钟内，我在这个舞台上，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感激，感激。这个荣誉来得太突然，而且太沉重。我觉得我个人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我知道，这份沉甸甸的奖励，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一群人的。我更不能忘却的，就是这22年艰苦的岁月里，贵州省4000多万各族父老乡亲和我们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我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帮助过 FAST 的，谢谢，谢谢。22载风雨路，南仁东用尽生命中所有的力气去追寻他心中的梦想。FAST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呢？我想大家对《西游记》应该都很熟悉，这里面有两个神仙，大家应该也还记得。一个呢是叫做千里眼，另外一个叫做顺风耳。而在天文望远镜的家族里面，其实也有这两种分支，一个是以美国的哈勃为代表的光学望远镜，它就像是千里眼，可以看到距离我们几百万光年之外的天体。而另外一个就是以我国的 FAST 为代表的射电望远镜，而它就像是顺风耳，可以听到137亿光年之外的电磁波，这个距离已经接近我们人类已知的宇宙边缘了。137亿光年有多远？电磁波是什么？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如果把电磁波比作声音，有人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咳嗽了一声，那么 FAST 就能在贵州的大山里听到。不仅如此，他还能听到比这更远的声音。你把手机放到月亮上，这里照样清清楚楚地听得到。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最高奖，至今10个与天文学有关的诺贝尔奖，有6个是射电望远镜成就的。射电天文诞生了，一下子贡献了4大发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宇宙微波。如果你只从光学波段去观察、去研究宇宙，那肯定是片面的、不同的波长，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天文信息。光学望远镜相当于人的肉眼，电磁波相当于调频广播，电磁波的波长要比光学波波长长了10万倍到10000000倍不等。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不同波长的信号，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 FAST 的诞生可以更加接近人类5大科学目标：巡视、中性、轻、
探索暗物质，探索暗能量，发现脉冲星，寻找地外文明。人类对于茫茫宇宙总是充满无限好奇。1997年10月，正当南仁东翻越在黔南大山为天眼选址时，肩负着人类探索外星生命的卡西尼号星际探测器也开始了它的旅程。经过20年的太空跋涉，卡西尼号的燃料即将耗尽，为了保护有可能具有适宜生命存在环境的土星卫星，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已经为卡西尼号准备好，它将在土星和土星环之间做最后一次穿越，近距离观测土星，之后将坠向土星。带着人类对未知天穹的渴望，卡西尼号坚定地飞向土星，它拼命地将天线朝向地球，向地球说最后一声再见。2017年9月15日，这场伟大的旅行画上了句号。卡西尼号这个来自地球的异乡人在土星长眠。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伟大都有着不可言说的机缘与巧合。就在9月15日这一天，打开中国天眼的南仁东永远合上了他的眼睛。南仁东去世10天后，2017年9月25号，也就是天眼 FAST 1周岁的那一天，中国首次公布一段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声音。这是一段被探测到的脉冲信号，这是科学家将其放大并配乐的效果，这是人类和宇宙一次超越千年的唱和。